同样是为了庆祝羚羊配夺金，在南台湾有不少业者纷纷祭出优惠。高雄有饭店推出价值破万的房型，八月底之前入住只要3000多元就能享到，而多种的饮品也通通买一送一。另外，台南则是有手表店免费发放价值1000元的手表，还没开业已经排满人潮。羚羊配再度夺金，民众难掩兴奋情绪。而高雄这间饭店的业者更推出价值破万的房型，提供民众入住。房间采光良好，景色绝佳。原价超过11000元的套房，现在降价，八月底前只要3000多元就能入房，每日限量5间。非常的亢奋，这要是在家的话，大概就被人家投诉了。金牌券当天来这边观赛，民众简直赚翻了。不止入住享优惠，饭店的珍奶、冷泡茶、啤酒，通通买一送一。原山第一名的原珍奶 ，Q 弹珍珠加入红茶鲜奶，第一名的招牌奶茶，大功告成。为了庆祝羚羊配为中华队摘下金牌，业者寄出优惠，吸引民众响应。昨天相信大家都有看到他们的金牌战，真的很兴奋，因为是蝉联第二次。在昨天呢，我们的早上我们就马上就先去推出，要预祝我们麒麟能够再度夺冠军。业者预估活动期间住房人数会比平常再多40%，转往台南。永康这间手表店还没开业，排队人潮已经看不到尽头。最早的7点就来排队，因为店家公告庆祝中华队夺金，50只价值约1000多元的手表免费发放，就爽啊，得金牌，就跟同事共享盛举，一起来排队，刚好有奖品，这样大家都很开心，顺便庆祝中华队夺金，民众开心，业者也搭上这波金牌热潮，优惠活动一个接一个，成功吸引民众上门。记者高雄、台南综合报道。